今天谢谢你帮我，快回家吧。我不是帮你，我是认真的，我。 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会这样子，从来没有像这样这么想了解一个人，想知道他的全部，想把他所有事情都刻进骨子里。站住！听我说完，你的过去，我虽然没有参与，但是你的未来，不想错过。 喝多了都能醉呀、啊！哎呦，今天太累了，我那个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嗯，不走了。那我先走了。董林叔，我是认真的，你考虑你的，我喜欢我的。 这是我表白后第一个小时，想你。表白后有点紧张，你能不能陪我说说话？不是吧，你竟然睡了？晚安，嘿，第一次这么期待早点上班呢。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。 这么想了解一个人，想知道他的全部，想把他的一切都刻在我的骨子里。董宁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你好。 送给董宁叔的鲜花放在这里可以吗？你扔垃圾桶里面吧，送给他的都不收。啊，别扔！这次我送了。好，谢谢。要。 嗯，差点吓死我，知不知道？那你的车钥匙，下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你送的？可以啊，进展神速，你们好了？什么好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
没好呢，没好，追着呢，但人家没答应。啊，那就是你表白了。你说姐没有当场拒绝吧？那就有门，分分钟的事情。我跟你说啊，赶快请客，说不定我哪天心情好，再给你出出主意，添把火呢。添把火，靠你了，睫毛。看好你哦，那边再贴一点，小心啊，别摔了。 朱思，这么多气球啊！周年庆我预定的气球太多了。谢谢。哎，朱思， 你答应过我，帮我生那团火，什把火什么时候能烧起来？我记着呢。你先把气球帮我去门口发一发。哦，我给你想办法了，想办法了。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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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他捡一下。行，那咱去去。哎，想要气球吗？我要气球。好了，白色那个，白色的那个。来，你们仨自己分啊。 回去慢点，我这个。哎呀，姐，这些气球拿回去给你家孩子呗。白给我我都不要，大孩子谁玩气球啊？哪有孩子不喜欢气球的呀？现在人孩子都大了，谁喜欢玩这个？哎，你问问。问问吧。哎，弟弟，那气球你要不要玩？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大孩子根本看不上这气球，看你能送谁？切！你们这是亲子鉴定，是鉴定自己是不是爸爸妈妈亲生的，这个吗？嗯，是啊。 怎么了？我想鉴定一下我是不是我妈亲生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你多大了？我叫乐乐，10岁了。乐乐，我跟你说啊，不管你爸或你妈告诉你你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，还是从水沟里捡来的，你都不要相信，都是骗人的。你说的这些，我3岁以后就不信了。傻了吧？小大人一个呀。乐乐，乐乐，怎么了？ 走了，回家了。哥哥，我还会再来找你的。来了来了。